哎，哎，是你我好，你吗？说，哎，对，你说，啊，天呐，我连上了！哎，张老师您好，嗯，啊，我是那个山东高三的家长，孩子选的是物化地，嗯，嗯，考也就是520到545之间吧，负不完是分很还是稳卷定面的一分？个难度。负完分还是卷面分？负完分，嗯，负然完后呢？分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的想法是想让孩子去北京，因为家里有在北京的。你家里有在北京的，为什么孩子一定要去北京上学啊？这个我觉得没有就什么是必然联系。他就是人脉嘛，这是选地域，在北京的人还不少，因为有在那个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家长有我就说一句很直接的话，有那种足够牛飞到牛到飞起的人吗？有一个还不错的，那有一个还不错的，他能给你在哪是，些专业领域里边给你提供资源和帮助？石你，油，那你中就尽油，量，那你就，我要是你的话，家长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一定去北京，但是我一定还会是卯国死这个专企，业。哦，对，你听我说完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一定去北京，但是我会卯死这个专业。但是学校的确是不太好，都是些学院，我看了一家下。长，你听我说明白了吗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一定不一定，我不一定去北京上学，但我一定会卯死他能帮我的专业。但是，哎呀，家长、老人什么都让。你能听明白，那就听明白；你听不明白的话，到最后我这么跟你说，家长，你在那儿有人能帮你，你最后你搞的。你学了一个鹌鹑蛋专，你学了一个养鹌鹑的专业，你到北京学了个养鹌鹑的专业，他在那儿工作，他不可能在那个口给你开个鹌鹑养殖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话都给你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不懂吗？那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他这个成绩，你那个帮我推荐一下他理科这边儿。你还是没听懂刚才我说的话，我话都我给没你听说懂，到。我太激动了。你还是分没北听懂京，我觉得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各位，真的，我真的，我话说的已经很直接，很直接，很直接了，我真的，我再说的大明白，我就怕我一会儿你看不见我了，真的。哎呀，他在哪儿能帮你解决最后就业的问题，你就学什么专业，懂吗？知道。而不一定非得在北京上学。你也不用问我孩子学什么专业，你问我这个问题，你还不如问那个。他帮不了那么大的忙，你就说这个就业，他真能？你文凭达不到的话，他没法。所现以在。说你要问他呀，你要问他，你帮我的前提条件是我孩子能达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自己家人，他说了，他是你最好来北京上学。在北京上学，然后呢？然后的话，去北京随便找个公司做销售吗？那倒不是。那你想干嘛呀？你最后你在北京上学，我学了一个重学学学了一个怎么让鹌鹑下更多蛋的专业。你在北京，你只能学这样的一个专业，然后在北京上学有什么用呢？你将来也不会在北京养鹌鹑。就石油化工学院这种，你的起分都码不一定够。530多的话，应该三对十的呀，话所应以该说你不的分多。不一定够嘛，你刚才说520到540嘛。如果够的情况下，张老师，你觉得是不是这个？北京石油化工你推荐吗？家长，这个你别问我，这个你得问你那个，对吧？我刚才特意问你，我说你要非要去北京上学，你们北京有没有特别混得比较牛13的人？你跟我说了一个这么，然后你现在又跟我说他不行。他到底行不行？因为现在安排工作，他只能是提供一些方便。真正的安排工作，你学历不到，我们是想读研。所以说你要问他基本条件呀。基本条件一，学校是他将来读研的事儿。二，那专业呢？那你不应该问我呀，懂吗？他们那边他那个单位招的那都是非常985非常好的一些学校的硕士。所以说专业呢，
你专业那肯定也是这方面的。对呀、啊，家长，你这个话说的这个，首先第一，家长，如果说你是石油化工口的985石油化工口的学校，就没几个。对呀、啊。矿业类的985里边有一个中国就叫中南大学，那个是原来矿业部的直属高校。天津大学的化工很强，北京理工大学的化学很强，大连理工的化工很强，其他学校就没有所谓的石油工程这种专业。石油工程在上一次学科评估排名最靠前的是西南石油。如果说你学的是能源类专业，你考西南石油大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。你看看西南石油大学，它在石油工程专业的复制分数线连300分都不到，那就没有那么难。嗯，所以说你要以终为始，你要先问清楚人家的条件是什么，不要看最高条件，你要看最低条件。你这个话我没法在直播间跟你这么说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这个东西没法。是这样，如果说是达不到，但是我们就想去北京上学的话，那你觉得他这个理工科的，也就是选这种石油化工学院、物资学院这种吗？还有我这话我真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真的。不是亲戚随口一说，大家都想帮忙，让，因为有挺多亲戚在那边，但是，因为找工作这个事儿并不是说谁能帮就能帮上的。家长，我这么跟你说，你说啊，我孩子在这上学，来，你个二姨给你做顿好吃的，你要因为这个去北京上学吗？嗯，你要因为二姨会给孩子在周末的时候做顿好吃的，你要去北京上学吗？你要因为孩子二姨在北京，孩子二姨周末来到二姨家，二姨给你炖个鸡，完了你因为这个去北京上学有意思吗？就是没必要。你说啊，来这周末上二姨家，那周末上你大舅家，你有意思吗？千万别为了这个去北京啊！听你的课不是地域吗？也是选择地域、专业和学校，所以就还是觉得。因为家长，我怕你这个分儿，万一就是你现在跟我说520到540，你也不是很稳定。我怕你这个分儿，万一到北京，你只能上一个北京的末端公办的末端专业，你还要因此去北京吗？嗯嗯。想好。他也有一个艺考过了那个什么了，但是我那个当时也是想着保底的，所以。那还问题又来了，你要去北京读艺考，读一个什么广播电视编导、新闻广播主持，你要读这种吗？对呀。然后你将来要以此这个专业为生吗？不以这个为生。那你考这种专业，你那个特别比较牛的要吗？嗯。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？你这个就属于那种，就是一要么你没拎明白，你这个那么多亲戚在北京到底能干啥？家长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我们家北京也有很多亲戚，全是各大饭店的厨师。他说：“哎，你将来来北京上学吧，我干啥去？”我表哥说：“来，你来我饭店给你做顿好吃的。我大哥说，我大表哥说你来，你今天这周来我这儿。我二表哥说，你下周去我那儿，是饭店厨师，掌勺的，让我去北京上学。我要因此去北京上学吗？”但是我大表哥跟我说那什么，你只要学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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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业，到什么什么程度的学校工作，我能给你搞定。那我一定要去北京上学吗？不一定吧。你这个主次都没分明白。啊，那因为都不懂嘛，也是过年他们回来以后说到孩子高三毕业，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北京的，一起说到还是觉得让孩子在北京上学，一是见世面，二是有人照顾，也是这么想的。的确是。那就还是那就是还是那句话说，哎，你到有时间完了到二姨给你吃顿，给你炖个鸡，让你吃点好吃的。如果是因为这个不要去北京。嗯嗯。好吧。嗯嗯。行。家长，那个，我这么说，你是我们的学员吗？我现在不是。你去问一下客服吧，好吧。啊。你去咨询一下客服吧，好吧。你这个真的我都没法说，你去问一下客服吧，好吧。不好选哈。嗯嗯。不是不好选，是你没拎明白。不是不好选，是很好选，但是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，好吧。哦。
好嘞，好，谢谢啊，嗯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我各位朋友，我话给他指的很明白了吧？各位朋友，我话给他说的很明白了吧？我话给他说的很明白了吧？真是这个，哎呀！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我真的就难死我了。但是我这里边，我希望通过这个大姐的事儿啊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你们家亲戚跟你说了类似的话，你一定要知道你们家亲戚几斤几两，听懂了吗？听懂扣666。我前两天我忘了是不是前两天，是应该是去年，我印象很深，有一个大哥，有一个也是一个妈妈跟我连麦。他跟我说什么呢？他说张老师，孩子爸爸的战友说他孩子将来考完以后能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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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记得当时我就问了一个问题，我说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什么场合说的？是在酒桌上说的吗？还不是在酒桌上说的，这不一样。在酒桌上说的，哎，你说的很对，那哥们说的很对，亲戚都不一定靠谱，亲戚都不一定靠谱，尤其是在过年的场合，谁过年回家聚会说自己混得不咋地呀、啊？真的，这我跟大家说啊，你们家亲戚跟你说那个话呀，真的，你那什么啊，真的。说那句话他是到底是真心说还是说哈哈哈，对吧？想好，别太当真，有的时候真的别太当真。如果说是真心弄，那咱们就讨论讨论怎么弄，别含糊其辞，这是涉及到孩子一辈子的未来，这不能瞎玩，懂吗？这不能瞎玩的，知道吗？这不能瞎玩的，人家跟你那么一说，你还真当真了，你当真也没有问题，那咱们就好好唠唠吧，对吧？真是，哎，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必问的问题，各位，真的，我一点都不给你夸张，这是我们必问的问题。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，然后的话，一个人说，我第一个问。我说你们家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所谓跟你说过类似的话，这个事儿有多大的把握性，你先给我说明白，你先给我说明白，你们家亲戚朋友有没有谁跟你说过类似的话，有多大的把握性，你先跟我说明白，你别到时候我已经把志愿给你报完了，然后你跟我说哎呀，我们家有个亲戚最近听说我们家孩子报志愿呢，跟我说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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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不靠谱？靠不靠谱？什么时候说的？怎么说的？来，让他跟我说。点赞点赞。你好，你那个什么？我是山东的高三，是学的物化生。物化生 ，OK， 你现在能考多少分？在我们这儿一模的时候，考了574。一模574 ，OK。然后呢？你有什么问题？我就想问问。学计算机大类好还是数学大类好？我如果这两个要选的话，一般大家可能会选计算机大类，而且计算机大类的话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你要选数学的话，你可能还得转一下，因为数学最后的出路很有可能也是去做大数据计算机啊，大数据。孩子还是比较喜欢计算机的。那就优先选计算机嘛。你可以做一个组合，家长，你可以做一个组合，就是以学校为单位，然后计算机、数学、统计，然后再一个学校计算机、数学、统计，然后再一个学校计算机、数学、统计，懂吗？哦，就是说报考的时候，对，数学、计算机，计算机、数学、统计，计算机、数学、统计是这样。哦，那他这个分能上什么大学呢？贵电，这个分大概就是贵电的分。如果说你要是574-5左右，那就是贵电的分。贵电，桂林的吗？贵电，那两油两电上不了。四油。你两油两电指的是哪两油啊？就是是不是南方那个两油？
你要是指北邮和南邮的话，那你这个分有点远。南邮的话，在你山东得610。我们一般都和那个潍坊联考，然后这边老师说潍坊的那个难度是1.2倍。嗯，那你得600，那个得610到620。610到620。嗯，南邮得610到620。610到620。嗯。哦，还有别的学校能推荐一下吗？可分你到哪儿啊？你推荐多了，我推荐清华，你分不够啊，对吧？你这个你分能到哪儿啊？对吧？如果你按多少分给你算呀、啊？那老师说我们这个分要是去年高考的话是590分左右。590啊，590的话大概将将够重流，将将够，将将的够。那就冲呗。嗯，对，你可以啊，可以把它放前面，将将够重流，然后大概就是广东工业也差不多。那北方的有什么好学校吗？北方你这个专业都没有什么特别那什么的，对，北方的话就是580左右有个西电，有个西邮。西安那个邮电。嗯，对。580左右。嗯，对，北方580左右。对，580左右，然后南方的话浙江还有个浙江工业。590左右，590是多，我记得是。浙江有个浙江工业。590，嗯。那他这个计算机大类的话是必须要考研的吗？不一定。不一定，看你做什么工作了。还是想让他考研的。你看你想做什么工作了，家长？就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你要用计算机专业为其他人工智能行业赋能，那你最好考个研。哦。深度学习，那你最好考个研。这分很尴尬，211上不了了。对啊，你这个分就如果是590的话，就211能上，但是211你上的是就是所谓的没有那么特别响亮的211，然后你还挑不了专业。如果590的话。嗯，就是地矿油不挑专业，还得让他主要是英语太差了。啊，对，后来说你加没加听力啊？590。590加了。啊，那你加590听力的话，那就是地矿油，然后的话不挑专业能上211。你要是挑专业的话，211就不好玩了。嗯，困难。行吧，就这么些吧，谢谢张老师。嗯。